在远古时代，我们和人类的祖先都是猿猴。不过随着地理的变迁，有一部分猿猴被迫进入海里生存。在海里面腿不管用了，就慢慢进化变成鱼尾。人鱼和人类本应和平共处，但自古以来，每次人类的大型船队发现了我们，都只会疯狂捕杀，所以我们对人类也只能敬而远之。谁知道他们越进步就越暴力。所以，人类是邪恶的，但是，但是什么？